面一位，我们邀请黄宪祥总裁，新加坡及澳洲喜悦苏食花园餐厅集团的总裁，他演讲的题目是新加坡及澳洲素食产业发展现况。那我们先再来为各位嘉宾介绍，我们黄宪祥黄董呢，他是一个餐饮大亨哈，他历经中华美食展前身的百家名厨的创始人，那也是我们曾经是新北市烹饪工会第三任的理事长。那先前的像988海鲜、香江楼、港式茶饮，以及千禧屋素食百味及新时代的素食经营者，那也是我们现在呢在中和非常有名祥兴楼餐饮集团哈水漾会馆的负责人，那更是呢他近年在澳洲墨尔本的一个 V 素食系列素食餐厅，以及新加坡最大的这个素食餐厅哈叫 Joyce 的这个花园素食餐厅的创办人，那吃素15年了，那我们是不是以再一次热烈掌声来邀请我们黄总裁来为我们致辞？谢谢。刘主席，然后我们朱博士哈，贺总裁，然后您营养师哈，那我们李副总裁哈，我们高执行长啊，各位长官，各位贵宾，我们两岸的素食爱好者及各位素食的同业先进，还有两位法师哈，大家好，好，谢谢。感恩哦，在大会给我这个时间来分享哈。那我个人感觉哈，在国际推广素食真的是不容易哈。先寡斗哈，我刚开始哈，这个在新加坡哈，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营养师这边哈，新加坡那边有关我们多促销哈。那现在是地球暖化哈，天灾人祸哈。你看台风又一个接一个就进来啊，那这个整个动物的传染病哦，你刚刚我们贺总裁也讲很多哈，那这个体内体外的环保，所以做素食现在是正好的时机哈。那因为有产官学哈，才会这个推广更快啊。吃素啊，真的有时候我们如果你去出去外面啊，去游览也好。加说完哈，如果30个吃素最多1-2个哈，所以比例还是很少啊，所以我们大家有成长的空间哈，尤其外面的餐厅哈，吃素的真的也是不简单哈，很少，尤其大陆哈，我去厦门，我们这里有一位哈，全程素食啊，陈总，陈总裁哈，我们起来给大家讲，他40年前哈，40多年前就在。民生北路哈，那时候最早都是素食哈，他做的，而且益善阁也是他的哈，这个家族企业哈，那这个素食一直在推广，他现在在高雄啊也是做的，而且厦门呢有他的一些素的材料哈，流通到大陆去哈，所以真的是也不简单哈，这个就是，所以做素食哈。要怎么样成功哦？我都先讲失败哈。我千禧屋也亏哈很多钱，然后呢，还有一个新时代一年呢、也亏了不少钱，啊。但是素食人才就是很困难，真的找素的人才来哈，他就是有很多执着了哈。我的塞屋哦，真的很难很麻烦哈。但是我们这个理念啊，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结合。那我先从台湾哈、讲起哈、我台湾本来是开荤的、我在中和、开了一家，但是我把这个荤的，因为我那个婚宴哈、我一年大概可以做1000多桌哈、那我就跟我的 CEO 讲哈、你慢慢哈、本来我们都是10道菜哈、比方说我们9道菜是荤的，有1道是素的，我说你慢慢提升。1道、2道、3道啊，用百分比啊，30% 来素的70%，因为现在哈、假鱼假肉菜价啊，就是说吃鱼吃肉啊，你现在的人重视养生啊，就是不要去、太多的荤的。有一次啊，海南的书记来啊，
那个海峡两岸的旅行社啊，就跟我讲，哎，我们海南书记来啊，那可以不可以办两桌啊？我说好啊，那我就办两桌，我都不讲，那我就交代我们的 CEO 啊，我们的这个翁总监啊，说你帮我做素食就好。哎，结果他吃完了，我说哎，书记啊，那怎么样？吃的怎么样？他说很好啊，唯一的缺点就是好像没有骨头啊，跟虾。那我再坦白跟他讲，我说，哎，我们今天全部素的。他吓了一跳啊，他说哈，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说哈，真的是台湾的素食真的太厉害了。他说还好，我今天晚上吃素，因为我明天要去拜见两个人，我说一个是心灵法师，一个是啊这个是正言上人啊。我说哎，真的，他说哎，你这个素的可以做得那么好，那我们在两三年前啊也做了三年了，是周一无肉日哈，我们在这边呢，啊，我们周一无肉日的张执行长张佑全是不是？张佑全姐，对不对？我们起来给大家拍拍手。他在七八年前跟苏小汪啊，跟苏小汪，我们一直在推广素的。有一次我们就去拜访胡龙大饭店啊，阿基塞啊，那时候他还没有回哈，啊，还没有出报纸。我们去找他哈，啊，我们去啊，他就答应啊，他说好，我来做素食食谱食谱了哈，啊，而且呢。他那一次正好是哈，啊，五月端午节的前面啊，他说好，我芙蓉饭店嘛，我全部的店，我不卖肉粽，我卖素粽，我叫做五行粽哈，哦，记得哈，哦，就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无肉，我们那个无肉周一无肉日的这个推广啊，也是很棒哈，啊。那时候我也是哈，啊，跟他们到处走啊，怎么样去怎把手，但是不容易哈，啊。小汪也没有来哈，啊，但现在啊，真的我们就是要怎么样结合产官学，这个很重要，啊，也要让这个走进去哈，啊。那我也在学校里面啊，有时有一个综合国中哈，啊，校长来找我说，我们中作生啊不喜欢读书，不喜欢英文，不喜欢数学，那可以不可以来教我们煮菜？那我就跟我们 CEO 讲，我说你去教他们。但是不要用肉，你不要讲说这个我都不给你食材里面，啊，都不要换肉，换了这个有生命的东西，其他你都可以教啊，葱啊、蒜啊都没有关系。那我们已经教了两三年啊，中了高中，哎，中了国中的哈，啊，我就教那些中作生啊，啊，在推广这个素食。所以呢，我们就很切实哈，啊。那我一直说，哎，跟我们的 CEO 讲，说我们现在哈，啊。在同业里边啊，能不能影响把这个做荤的菜哈，哦，来对哈，哦，就是能提升到70% 的素的。但是你不要讲素的，你一讲素的哈，哦，我还没点啊，就有很多我们的道亲啊、法亲啊一来啊，啊，就是说，哎，我好收30桌了哈，哎，这个哎里边啊，我们要一半啊，不然就是说我如果办30桌，我一半要素的，一半要荤的。这个算是很棒的，你说哦，有时候请客人哦，一听素的人家就不来，所以我们做素的还有很大的空间啊。一般都是哦，30桌里边啊，寿都拢几多人都，而且去饭店哦，我就感觉哈，去饭店吃哦，每次我那么胡伦社去开会，去饭店哦，最糟糕都是塑料，都是哦买现成的，啊，真的是哦，我说饭店主厨啊，应该啊，还真的怕打成啊。真的是，都是他们都是想市场买回来就比较现成，这样子，所以素的人慢慢减少，而且有的不敢讲他是吃素的，你都讲锅边素。真的，我现在替我们亲人给，我都跟他讲，哎，我说能不能哦，你给我做素的，我在知道素料，我也要吃素，因为你这样子一讲，也是在推广这个我们的这个让人家了解。吃素的好处，我都一直讲哦，就借这个机会啊，哎，借讲一直做素的好事嘛，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边呢，啊，各位这样子哦，啊，花心啊，大家来一起来推广啊，这个素的啊，真的是很棒哈，啊。我想呢，因为我等一下哈，啊，还有时间哈，啊，这个要去这个办别的事情啊，所以呢，因为这个
啊，给我15分钟的时间。那我呢，来介绍我们这个新加坡跟澳洲的哈、树的做法了哈、我喜欢在新加坡哈、我们是做高档的哈、这个我们新加坡的长官在这边哈、我说大家看一下影片哈、2分钟而已，我们看一下。就在澳洲路哈，在澳洲路啊，这个181号12楼之1哈。我们这个很高档哈。一个是68块加加加加两个加了啊，新加坡是68块两个加哈，很有禅味跟艺术啊。就是新加坡的哈，好，这个就是内部设计哈，因为我们在我这路就在总统府的，看到总统府还可以看得到哈，看到他的总统府的屋顶哈，这个是菜，然后还有一个，我可以不可以把各方澳洲的好不好？哦，对不起，因为这个澳洲的，啊、哦，这个。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哈，我有机会的话来我们的来跟我们多指导哈，我们有个澳洲的哈，这个你帮我放还是我、哦、这个是澳洲 V 系列的哈，我们还计划哈，就是在那个墨尔本的 Q 哈、就有在澳洲的，有没有人住在澳洲的，澳洲的哈，我们在墨尔本的 Q 哈，这个是一个啊，这是比较洋人哈，因为我们的对象，我们的客户群是洋人哈，所以做的比较是洋式的哈，洋式的，好，就是甜点跟那个叫澳洲的哈。因为澳洲我还有一家叫做富贵桃园 House 哈，它也是在那个，这个，在澳洲哈，那个是荤的哈，我就这边就不特别介绍哈。所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在这里呢，很感谢哈，各位真的是大家很花心哈，来一起推广素食，我感觉吃素就很棒，如果能推广素。那就是功德无量，谢谢大家，谢谢。小弟很敬仰我们那个餐饮大亨，我们这个黄宪祥黄总裁哈、你看他在新加坡哈、他第一年哦，亏了新台币3000多万，所以他的这种牺牲奉献的这种精神哦，哇，令我非常的感佩哦。新加坡贵宾在这边哈、那时候我们叫做骆驼，很赚钱，在骆驼哈那边哈、我一个月哈、我们有3家都很赚钱。那我叫我的儿子，也是我的 CEO 讲，我说我们3家哈、这个赚钱不重要，把它收掉，改成1家素的。他说我3家哈、我每个月给你50000块，但是如果你改做素的哈、你每个月要给我50000块哦。我说那要多少时间？他说1年到1年半。那现在已经1年半了，现在他说哈，现在少赚1-2万了，都少赚哈，已经有在收入了。那我在1年半里边哦，我每个月都亏50000块，新加坡钱，
在这里补充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再次热烈掌声啊！谢谢我们黄县长黄总裁。好。